中央广播电台这次在共匪报警资料和大陆反共革命事迹展览会上不得展出的是对大陆侵占广播的部分。现在中央广播电台对大陆播出的节目包括了国语、闽南语、粤语、沪语、客语、蒙语、藏语和维吾尔语等八种语言，整个大陆地区都被涵盖在内。17年来，中央广播电台日以继夜，不断地向敌人的心脏进攻，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更由于空中布电的成功，大陆同胞纷纷冒险来信，表示了对政府希望的迎接。唾弃共匪暴政的反共义士刘承思等人，也都是听了广播以后，才下定决心投奔自由的。